Йо.有，是没写过，不过下面这个部分他写过，单独写过。有，子，他写过学校的学，好多次啊，那把那个学拆出来，拆出来用就可以。子刚才写的轻，笔我们就把它写的重，那产生一点对比。而他写过泥字，泥字刚好一半是儿，拿出来用。翻折一下，翻折上去，华裔，孔，华裔兄弟，重，啊，口，收紧，啊，上宽下窄，啊，这个拉开，再拉开，怀。拉开，翻折，往上，地距离写窄一点啊，上下距离写窄，连这里，这里也写短，这样中间这个竖画才有表现的机会。铜他没写过，不过他写过铜铁的铜，把它拆开了用。口略微收紧，气三分之一写过哈。气是一个。非常难写的字，怎么写都觉得不好看。还好这些大书法家写过哈，我们就有一个东西可以依循了。不然像这种字，如果从来没看过人家写，要把它写漂亮，其实不容易的。连没写过，不过他写过运字，运动的运。拆开来就是连了。好，那我也差别在上面生长，点还是可以带动一下，哎，做一个姿态，翘上去，抖一下，拉下来，拉长。去连枝。这是他写过"旗"字啊，所以有东西可以看。分歧的"歧"，旁边就是"止"，啊，这个上次写得很长。